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大医院新竹分院的护理长李雅慧，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雅慧护理长。护理长您好。主持人及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护理长哦，在百忙当中特别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护理长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心肌梗塞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医疗讯息。那当然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请护理长就他专业的领域告诉大家什么是心肌梗塞。来，护理长请。心肌梗塞其实大家都很常听到。那我们心肌梗塞其实是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阻塞。那我们心脏有三条血管，那我们都称它为冠状动脉，任何一条血管阻塞都有可能有致命的危险。好，所以不管是哪一条，只要阻塞了就会有危险。那有没有哪一些族群它是属于比较高危险的族群？心肌梗塞好发在40岁以上，那男性比较偏多，女性的部分大概更年期过后会比较上升的趋势。再来就是有家族病史的人有可能会发生。那如果有抽烟的病史，那有肥胖，因为肥胖会让心脏负荷比较大。那再来就是我们常听说三高族群，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些都是我们的高危险群。 OK， 好，所以您刚刚讲的有蛮多族群的，因为这个讲的速度比较快一点，我稍微帮大家统整一下。那如果说我刚刚有没讲到的，那再请护理长帮我们补充。您刚刚说的是40岁以上，然后还有这个更年期后的妇女，然后还有我们的三高慢性病的妇人的朋友们都是比较容易的。那还有哪一些族群您刚刚有讲到但我没重复到的？有家族史。家族史的，对，如果家里的人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也有可能会罹患这个疾病。那再来就是抽烟，包括二手烟也是，因为抽烟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血管硬化。对，那再来就是肥胖就是会让我们的心脏的负荷变大。好，那如果说真的是心肌梗塞的病人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因为您刚刚第一题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不管是任何哪一条血管阻塞都叫做是心肌梗塞，那心肌梗塞会用什么样的状况来呈现？譬如说会死亡啦，或者是说可能会抽筋啊等等之类的，是用什么样的症状来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位这个心肌梗塞的患者？心肌梗塞明显的症状就是胸闷胸痛。那在一开始或许还没有阻塞的很厉害的时候，可能活动的时候会胸闷，那休息的时候可以缓解。那再来就是我们剧烈的胸痛，有人会说有胸闷，闷的感觉就像大石头压在胸前，喘不过气这样。对，或是有人说是大象的脚压在胸前这样子，会有一个胸闷的感觉。那再来就是会有胸痛，那痛的疼痛的状况是很剧烈的疼痛，那休息也没办法缓解。那再来是有时候会有辐射痛，因为他心脏偏左边，有可能会辐射到他的左手臂，那他的下巴有时候可能辐射到他的背部去。对，那同时有会有冒冷汗，全身冒汗，有时候会有无力、恶心感，那都是心肌梗塞的症状。这是不是都算是比较轻微的？那如果再严重一点的，可能就会致死是吗？心肌梗塞严重是会致死，但是致死率是还蛮高的。对，那在我们发现胸痛的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要尽速去就医。好，那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心肌梗塞，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医院里头，通常医师会给予什么样的治疗呢？如果是急性心肌梗塞发作，一般都会在急诊就医。那我们会尽速帮安排做一个心导管检查。那心导管其实有些观众应该都有听过，我们心导管介入检查，那它是一个利用不透光的导管，那从我们的股动脉、大腿的股动脉或是我们的手腕的动脉去进行检查，那会将一个不透光的导管利用显影的部分，它会注入显影剂，那会到达我们心脏冠状动脉阻塞的地方，那进行气球扩张。那同时它是一个诊断的工具，它也同时是一个治疗的方式。它找到我们的血管阻塞的地方之后，它会做一个导管前端一个气球，它可以把我们塞住的地方打开来，那同时它可以在狭窄地方放支架，那支架就可以把它撑开，就血流就可以通畅。对，所以整个治疗大概就是您刚刚讲的这样子的过程嘛。那结束之后呢，那个病患他就会好了吗？还是说他可能就必须要长期去观察，或者是长期要服药？心肌梗塞病后，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做危险因子的控制，包括之前说的饮食控制，你可能要摄取的部分是要清淡的，
避免刺激性的饮食，那再来就是要摄取多一点的蔬菜水果，因为在你便秘的时候你会有个闭气用力的动作，那这个时候会增加你心脏的负荷，很容易会又再诱发你的不舒服。那再来就是你要戒烟，这很重要，其实很多病人他 又会再发，有可能是抽烟，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去解决掉他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体重控制，肥胖的朋友需要去做 体重控制，那需要有一些适当的运动，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规律的服药跟按时的回诊。 对，这都是平常就是日常就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那还有没有有关于心肌梗塞我刚刚没有问到然后护理长要帮我们补充的，还是说我们刚刚聊的就 大概已经足够了？心肌梗塞其实是一个就是血管阻塞的疾病，所以它后续其实是有可能会再发。那如果你有回家返家之后有再有胸闷胸痛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返家医师会开一个叫做救心，俗称救心的药丸，救心，救命的救，对，心脏的心，救心。那在你胸闷胸痛的时候去服用它，那服用的方式是会在舌头下面含，都要舌下含定，对，这部分是要特别留意，这个药要带在身上。是，对，好。那五分钟，如果你疼痛的状况、不适的状况没有缓解，要用第二颗。那在你第三颗药要服用的时候，就要准备就医。哦，所以是有个进程的，第一颗、第二颗。那如果真还是没效，就赶快就医了哈。对，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的护理长能够特别抽空来到我们现场，在这个季节在转换的时候，然后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的时候呢，特别来到我们现场提醒大家有关于心肌梗塞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再一次谢谢护理长，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就先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喽。更多的医疗讯息，我们下次见。